好啦，咱即马来甲看53页，530页，我的课本530页吼。即马咱即段伫即个个头前遮吼，就是计讲头前即524页，就是计讲深浅安尼，就是计讲佛尊非常深。程度非常深，德行非常深，所以这内底就是讲，生住业住心深。啊，再第二就安立所业心深，你找到未？哈、哦，啊，佫再来，第三就是限定觉心深，第四就是离欲心深，第五断蕴心深。啊，这么来第六。生熟性侵，第七显现性侵，第八实现定格涅槃性侵。好、哦，啊，即马来第九诸性侵安尼。啊，即今来对即个性侵的法义都要分做12小段，因为对即个显示主体性侵安尼。咱即马看显示主体性侵安尼。迄是主体性侵，咪讲佛的晓得地。当然，咱知影吼，咱修行学法断烦恼，到开悟，叫做这个根本地啊。呢，根本地就是定上初地，但是根本地有哪有两种讲法，就甲这个八地不同地啊。呢，哦，啊，即马来呢，初地根本地。啊！即第二修、二第三第修加福德，迄、那个福德最圆满的，迄、那个叫做晓得地安尼。晓得地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善分别地。好、哦，所以晓得地是骗一处行，这行哦叫做实行安尼。布施的施，实行。哦，你若要了解吼、哦，我那个添两字实行安尼。因为这个行是写过来行的哈，过来啊，但是意思无啥像，叫做实行，哈、哦。那么根本地无有分别，安尼。因为这个正这个根本地就是这个无生法印哈，迄、哦、个怎样讲众生平等啊，同一体性安尼，所以它叫做无分别地。所以呢，也不行一处。即即也不停去做，就讲伊个实行，唔是干呐一个所在。即我们个写一个实行安尼，实行唔是干呐一个所在呢。讲一句实在吼，到即个定上初地菩萨，伊就会当实行100个大千世界啊。好，啊那是讲10地，当然是会当遍虚空界，拢去实行即个菩萨道安尼。因为当去西方菩萨道哈，所以今来得甲讲，也可以讲佛心是遍一切处，啊无所不在，虚空高对，佛尊实行的高对安尼，叫做遍一切处，啊，但是又不在一处，所谓法心无在无不在，因为佛尊的法心和虚空的法心同一心，哦，这咱拢总知影个啊，佮伊的报心。有那就是发性所留心，所以有那骗一切处安尼。吼、哦，即马来哈，为着要化某一类的众生，伊就变现某一类的身躯安尼。譬如讲，要化人间道，就变人间道；化六欲天，就变六欲天；化色界，就变色界诸天。啊，那无色界就无啊，无色界因为唔听话，唔听经安尼。哦，拢总入伫即个禅定中，哦，安怎吼？就是四大部洲，而即个众生敢若无化身去八股罗洲尔，因为八股罗洲无爱听经，八股罗洲众生哦，因为因的岁数一千担，因无爱听经。好、哦，啊，那即南疆部洲就是咱即个世界那东胜神州、西湖河州，因阿个要听经。好、哦，按照当然六欲天，我那因会去，
啊，但是不过是这个昙花自在天的这天魔，昙花自在天有两天，一天是天魔，这个天魔中间当然无去，好，但是有菩萨去，啊，菩萨去有带遐魔女来这个世间参拜东西世尊啊。好、哦，这我伫《维摩诘经》内底有写写着哈。那么这个为着化某种有讲说，即现某一种的类，某一类地界类、畜生类，拢总会动，还是这个轨道会动啊。所以佛的变化，变化心，有一切心中时现修行。比如讲，伊若要来认道，在当时伊就时现修行，菩萨嘛是会当安尼。菩萨的时现修行是叫做道家主盘。佛尊不住涅槃，当然嘛会到家自旁来。所以伊要来到一个国度，伊就示现当面的所在出世。两寿菩萨伫他方，伫他方的世界是佛尊，而且变现来这个世界叫做两寿菩萨。东方青龙道佛，伊是东方一个佛国的佛尊，伊变现来咱这个国度做娑婆地安尼，啊。啊，了解这个叫做有一切心中实现修行啊。但这个都亲像咱平常人，譬如讲佛尊来咱家实现的，在印度实现，当然含咱家修行啊呢。譬如咱今仔日会当看佛尊当时，伊是嘛是一个八十岁老比丘啊，也无较特色，但是伊三十二相是众生对袂着，好，伊嘛是现含咱食饭创啥货啊呢？拢是像安尼，菩萨来遮实现，是只有含众生修行之中的生活。不过伊的水准、甲程度、甲道德，是含咱众生无同。啊，你若甲看拢修行安尼，伊一个正底啊歹咧，到处去，吼啊一个正底啊歹咧，到处去含人客火车，去客公路局的，去客客运的，安尼修行，拢修行。花要食饭，就来食饭，嘛是自助餐，还是啥物咯？安尼去含咱食饭，叫做实现一个这种的人安尼，都含咱凡夫修行。啊，凡夫未感觉伊是啥物，无感觉伊是啥物特性。但是伊若伫迄个道场已经徛入啊，有个人眼光好个人就知影，有个人眼光无好个人，我也唔知。感觉讲伊嘛是烧香，含那个食三顿，含那个冲啥，啊都无多，迄就是伊眼光短视。哦，安尼来都看来无同安尼。哦，啊，若讲有种人讲对伊法语听听，就感觉这个人吼、哦、非凡，非凡就对，唔是一般凡夫，就感觉无同安尼。哦，啊，若无都看到烧香啊，哈、哦，两只脚两只手啊嘛，这个行路。啊，嘛是一个嘴个食饭，啊，一个嘴个，一个嘴嘛一个讲话安尼。好，拢总往无少啊，所以含咱凡夫一无一样。其实佛心吼，非唔是咱人，系即个六根所行，即所行甲改变甲写一个运动安尼。我有咧偏法语，系即个行字吼，伊个法语二十几种，吼。唔比讲，咱人有六根、有脚、有手，安尼去行，佛身唔是安尼。吼、哦，伊有去行无唔对，但是伊去行唔是咱凡夫迄款人去行迄种程度。迄、那个叫做运作运动安尼。安尼来吼，恁别只看，啊，到这里就看，免阁再去找再资料呢。小将含咱六根小将啊，吼、哦，但是伊唔是咱众生的六根体安尼。但是呢，佛的化身，因为伊有无量的变化身，吼、哦，啊个应身，应身就啥啦？佛尊当时应身伫尼泊尔迄个叫做三十二应身，有三十二相，但是应在这个尼泊尔啊个弘法的印度人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为着要度地界的友情。啊！甲受，阮也会当受先去地狱念，嘛是含遐个受苦，但是伊无苦，所以呢，是先受苦，但是其他即恶业所感的即个受苦众生，唔知讲伊就是佛来的，绝对唔知影。
安怎吼？所以咱上不能处置，袂当看到佛的化身，阿嘛袂当了解到是佛的这个真化身啊。好啊，但是咱即马知影，佛的真化身就是虚空体，啊，代表讲虚空体也唔对。但是佛的这个化身哦，叫做出地如来，出地如来为化身。众生的发心叫做在地如来呢，安都无讲啊。在地如来是安怎叫做在地如来？就是讲受到这个业力所绑，所以就这个业力来变现的身躯，所以它叫做在地如来呢。但是这个咱内底有哪发心？发心就是去用业力绑掉的，所以它叫做在地如来。好、哦，但是迄、那个佛尊迄个发心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啦，吼，变现身迄、那个，吼、哦，净慧六根所运动的境界安尼。吼、哦，即马即是所行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就是差不多一个运动。比如讲，伊变现同时含在地主对尼泊尔出世了来苦行临修行，吼、哦，啊，搁在第六亚万六五 BQ。开始就做方法理性的这个工作，啊，就中天德啦、北天德啦、南天德安尼行，吼、哦，安尼行所行，行到无同的所在真济，所以这个净慧六根所行之境界，吼、哦，这里是讲安尼哈。但是即卖下面烦恼惑不灭，如毒酒所害。流血止血真正佛一切地安尼，啊，即个就是啥呢？就是十灭断烦恼真深安尼。而且断烦恼真深，咱众生烦恼未，若无经过佛陀的教育，咱烦恼袂用断。好、哦，啊，咱偏偏有发心的，把烦恼咱袂用断。啊，若会用断都会用断的这种最终个境界嘛，但是一定还受到经中的教示。那无法度，吼、哦！啊，个做今仔日经典，也是讲读甲读，读你若无去研究唯识甲大乘，我甲你讲，唔知讲安怎样断烦恼。所以内底讲菩萨，伊有时阵无将烦恼断尽，留一点啊。为啥要留一点啊？就是留咧倘若将来修行安，搁再来出世。啊！但这个代志，照咱来讲，咱那个无迄个水准啊。反正必定爱好好断烦恼才对。好、啊，这样我咧讲，你若是无断烦恼，咱迄个发心袂浮现。要注意一点，发心那个永远袂浮现，袂浮现的中间的当然你就较无智慧，啊，你断迄个较无可能。啊，不过咱今烦恼来讲，一定爱好好去断烦恼安尼。如果若是无好好去断烦恼哦。咱迷啦，因为咱进迄个烦恼中，迄、那个业色境界非常浓厚，啊足够，啊足够，同款你今仔无好当袂使食，吼啊好去当到有功，你成就十地菩萨，迄你家己有这个水准，家己要留啥物货安尼，倘好来世间搁再重新倒家主旁，啊倒家主旁了，倘好来度众生安尼，好啊你若想一日就断尽，我甲你讲都无可能啊。所以这段有安尼讲，流血甲受生死心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个是以后咱个人的水准也高，他做在工课，啊，这那个袂当安尼吼。但是因为今日，如果来看这个禅宗，这是过去吼，初初去学佛的同款是有看禅宗。啊，甲看为看为什安尼？好，政治多啊，禅宗会切甲抽起来。啊，抽起来底我都看到两首诗安尼，哈、啊。
脾筋哈。照个看吼，用这首诗来个看，应该是一个开悟的圣人，开悟圣者。啊，这一转发心，把当作明珠，明珠是佛经内底有那叫做摩尼宝珠安尼。摩尼宝珠就是咱的发心。啊，即卖伊讲的就讲，我有明珠一颗，吼、哦，久比珍罗红色。如今定真光鲜，照见大千山河啊！啊，即话咱明珠那即个开悟，即个性质，即个法师哦，合解伊是有那知影为什么？啊，用这首诗甲看是知影，吼、哦，讲到明珠一粒，明珠一粒当然是咱来比如迄个摩尼宝珠。摩尼宝珠已经足久足久进前，甲今仔日已经互这个颠罗封锁掉了。颠罗叫做啥？就是烦恼，对不对？那以六祖大经慧能大师，颠罗就叫止烦恼安尼。啊，颠罗就是烦恼，也就是业色的种子。啊，在这业色的种子蒙蔽住了。就是烦恼蒙蔽住嘞，有各种诱扰，这个善恶恶，安尼干那封锁掉嘞。封锁掉呢，当然咱的理想都未达到，咱自然都无迄个高贵，就是你要修行，都无迄个高贵的表现，一点啊都无高贵。哦，安怎无高贵？因为既然颠罗是烦恼，就是来第二不归了，贪嗔痴，啊，甲世间的这个新的行为，就是这个杀盗淫，啊，甲口的这个行为，就是恶口、奇异妄言两些安尼。好、哦，离不归则是恶业，啊，离不归则是恶业，当然你搁在人间多来，这干那表现都无可贵。就你今仔穿世间在有地位的，啊个在符合，因为这个社会在流动，因为是自己高贵的人生安尼，但是我甲看一点啊都无贵，贵不贵？一点都不贵，所以叫做高贵者不贵安尼。你即马想讲因地位真高，你甲看因讲偌济恶言恶语、甲诽谤、甲抹黑。卡低调些位，他们的内心是很肮脏的，所以一高贵一点都不贵。那么在那个公在复合，应该穿的，我跟你讲，差不多是真贵的物件。当然早期我就听人讲，讲把国进口是上盖好的衫，是迄个国徽牌。但今麦安怎我是唔知影哈。讲国语牌上高贵，皮鞋的什么款的皮鞋较高贵？搁再来，手表的劳力较高贵安尼，即马可能搁再有较进步。啊，出门就一定爱去大间的饭店食饭，较高贵安尼。吼、哦，但是因会有再钱通个浪费，对对来。咱即马甲想，就是对迄个炸出来。较侪，像迄个保险业的，人个对保险了，已经有出代志要甲领钱，我甲你讲，要予人就唔甘愿安尼，所以迄个复合诈出价两千几亿，两三千亿，所以因的内心无高贵，会使讲下贱的，大家问题拢对对出来，就是遐
风烧明珠海雾连族的海上云。好、哦，所以说他们一点都不高贵，所以因就感觉因地位真高啦、富豪啦、真高贵，但是一点啊都无高贵，有高贵无恁家己想，一点啊都无贵。但是咱今仔学法的人，假使你无深入经藏，你的行为甲心思动念，绝对有那无高贵。好、哦，因你的行为甲表现哦，心甲表现直通。你有什么款的心，就通什么款的这个行为出来。这句话恁家记好。那即马，搁再加转动一首诗。今仔日学佛的人应该高贵。问题就是你会当注重这个烦恼、红色这个甲定情、共情。我你讲我，你的人生就足高贵。但是这个人生足高贵，你这款的时候无贵，本来是高不贵。按照高贵不贵呢？你若要得到主动，三人句的解决啦。三人句的解决呢？你是做那以教奉行，啊修啥？修迄落个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具，安尼就解决啦。你拢唔免出钱，就是你今仔来到这个讲堂内底，就我特别听经要主动呢，你拢唔免去出个半仙钱。所以叫做不贵，绝对免出，你免惊讲输，计甲恁讲啥？你讲啊，我特别主导就好啊。我讲你一仙钱都免出，输嘛袂去讲你安怎？所以无贵啦，安听好无？一点啊都无贵。吼、哦，啊你讲唔免阁收偌济？三十七道品的中间，你的数量足记好就好啊。观心不净，观修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好无我，安尼都。你对这四句比较深入，数量足够深入，你好好去修行。当初个二个三个四个，你绝对会当达到。不过你要注意，唔通到时间到吼，落汗吐空巴的，心里蛮叫苦。吼、哦，啊你若讲今仔你要搁提升一层，我讲我今仔做独善其身，我都无遮消气。我绝对要兼善天啦，将来要去度无量众生，兴大慈悲道，你就叫布施持戒，忍辱精进，禅定智慧，吼、哦，迄都无共啊。等下我搁写一首诗出来，迄都无共啊。你一定要六波罗蜜甲十波罗蜜爱结转，但你今日若是讲我都要主导就好，你就去主导，主导有哪甲你赞叹，因为要主导的罗汉甲辟支吼。有那唔是遐简单安尼，好、哦，啊，你得爱注意你的心性。心性中间，我即马来哈，即句讲，久比顶落红色，但是外久，咱唔知影。微佛有佛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好、哦，所以唔免怀疑。咱本来是一个明珠，但是已经足早，即个烦恼把咱红色掉了。啊！像那个红烧都一个明珠，像那个去割那啥，为佛如佛，自所念。但即卖去做了，而且嘛，即句是第三讲，如今平静共生。即比如讲，咱本来一个明珠是真光亮，好、哦，安来甲讲。当然，咱这个含佛尊是平等性、平等性的肖像，这根本地的平等性的。如果是甚物原因，咱和这个污染封锁掉咧？啊、哦，是安那变安尼去？但是即卖也是叫如今电影公升，在污染清净好了。哈、哦，安尼好起来，敢有圆？哈、啊，有诶讲我话无圆。啊，话无圆，开在众生无要听话，哦，有一个菩萨安尼甲建议讲有影，哦，但即卖其实顶真，这个大佛者伫生出来，大光明生出来，即卖来啊，照见大千山了。咱即话，咱的佛心，咱的发心和佛心同等心，按了个多像一个摩尼佛珠。
无共，啊，无共个地方，咱是方世界拢总普照一点，是方世界无量世界拢总吸引伫你个心里，所以你拢总知影。啊，你敢听有？那你讲用边边一边兼着石头上念，吼、哦，啊，那不转过来照阿表，但是即个摩尼佛祖，吼、哦，东西南北，东南西南，东北西北。上下安尼多十方，拢普照会着，拢会当知影。就是这个光，拢从起摄就这物件，那就佛陀伫金刚经尾啊讲，娑婆地问娑婆地讲，十方无量世界的无量众生，甲众生的无量心，佛陀拢总完全知影。迄就是行即句照见大千善而修行。啊，即马咱来了解这个大千善乐，咱卖甲讲想，干那这个，世尊给讲的这个娑婆世界，唔多八一个须弥山，啊，八一个须弥山有三界诸天，三界诸天内底，连咱卖甲讲天顶安怎样，干那这个，这个个南瞻部洲、北俱卢洲、东胜神洲、甲西俱佛洲，无量的山河拢照伫进来底。这个摩尼佛祖来的，哈、哦，这个是这个禅师讲出来，这个名我不敢看，别记着哈，我都别记着。啊，你自修得好，当然。啊，你拢免付出什么讲啊，我惊人惊到出钱啦，惊啥话啦，啊，输定去讲钱啦，你都免去想遐啊，你干那真真正正去独善其身。成就四个罗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咧讲四念处，啊，甲依教弘扬，即诸佛菩萨众善弘扬，甲自证记，都是这点。安尼代志就解决了。好、哦，安、啊、若要发菩提心，就以后证四个了，暂居五不凡天，啊，甲来发菩提心。啊，你就你今日要发菩提心，你嘛得安尼啊。无你智慧都未开啊！啊，智慧未开，你经藏不但看，无去讲，就讲个乱七八糟，那都无好了。好、哦，你家己想。好、哦，你讲我都暂时修到很多，安尼要紧，安尼你就安尼落去修。哈、哦，这个烦恼封锁，咱的明珠迄个，较紧定睛都讲清楚了，更多是迄个慧根。哈、哦。安尼，你就安尼想，唔是袂使真。哈、哦，今物来我阁看到一首诗，即个阮老肖想哈，他不类似。
起码一句话，靠一句话，那按个讲是有连贯，但是伫迄个禅学内底咧，是无连贯，是个人的境界去影响，啊，写出内心的感叹啊，内心的种问题出来。啊，像我咧讲哦，隆重，隆重啊，比较讲是咱世间吼。譬如讲，咱即卖要看较详细，是讲即个做戏的人，做戏的人拢爱化妆。做戏的人，譬如讲做歌戏，那要表演包公，爱化妆做乌面的。乌面代表啥？代表无私。哦，乌包公的情形应该大家知道，但是你若要表演关公。你爱化妆做红面的，不过这是演戏哦哈，演戏，所以红面的代表正气啊呢。啊，你若画做白面的，代表书生。啊，花旦啦、苦旦啦、小偷啊，拢总有无相的化妆。吼、哦，这是较早的演歌戏。啊，即嘛咱来讲现实，伫舞台个表演的，有哪拢有化妆？比如讲模特儿。哦，绝对拢化妆。啊，即马恁甲看因的化妆，应该因的嘴唇并无遐红，所以为了拢红的。啊，即、这个两个边嘴，迄、那个拢长啥？迄、那个叫做腮红，敢是？对吼？好、哦，啊，就安尼画白白的，画画明明安尼，啊，佮到目睫毛，啊，再即目睭边仔得个画乌的。看起来看得安尼足水安尼，但是即卖因表演来了，爱西装，敢是安尼？要起妆嘛吼？起妆开有诶面啊黄皮皮，有诶嘴唇青青，迄就是无面演用出来，有诶小可带肝病，吼、哦。但是咱即个众生伫即个社会里来甲讲吼，有啊啦，有个人讲我着爱，我是高贵，我是富豪，所以因穿出来衫裤，拢总是即个个较特色的，赛车是较侪钱的，赛车较侪钱，当然是即马大多数是面子的，也是面子不溜的，这是比较普遍，这嘛是化妆啊。但有一种富人人买极高贵，吼、哦、穿旗袍，穿较青颜的衫裤，佮挂一个外国的这个包啊，敢是安尼吼？拢去买迄个高贵的包啊去挂，啊唔敢了，或者桥都摆上去。有一种人是无肉鸡，啊鸡大鸡，有安尼无？你卖去买迄个一卡几万块的包，无但要去卡去买迄个模仿的，有无？这是社会有安尼无？迄叫做无肉鸡，鸡大鸡，鸡高贵，这两种叫做化妆。我讲你听有无？譬如好哦，你唔通要含人化妆哦，啊，绝对袂差哦。所以你若化妆来到底，你的本来面貌。都砍起来，鬼拢砍起来。你的本来面貌都唔是安尼，而且比讲咱修行人，你个个哪讲要个再化妆？化妆唔是讲干那面貌化妆，是行为语言碰风安尼，言行语言碰风，迄个叫做化妆。吼、哦，阮后头厝我有，阮三个有，是即马安怎尔？你讲的要创啥？我请问恁，恁碰风化妆还要创啥？我你讲，恁应该爱强逼较对。像较早潮州国分，吼、哦，潮州国分呢，伊含伊一个大地主，人拄啊揢一个，伊拄含个大地主去讲话，人徒弟啊揢一个饼入来讲啊，这都某某技术揢来要强用师傅的安尼。啊！即系都含大地主，伫遐去谈一寡夫妻安尼。啊！即系即个
就一个就讲来，这条准予你食，用唔通我加食，人要强讲输的我来加食，用不要紧啊，不要紧。啊，第二个要八一半哦，再讲唔通唔通输拜托，人要强讲你我绝对唔加食。啊，讲无好，咱两个来小输，小输什么人讲到最下贱？啊，迄块饼可以食，讲那小输的我就加食呢，啊，就小输。起码这潮州国讲，我是一只驴啊呢。潮州国就先讲，讲我就是一只驴啊。啊，驴啊，就是这动物的中间上无体能，啊，佫上苦的。啊，但是伊这个地主叫做大梅，大梅讲，我就是驴啊，卡撑啊呢。俺都是有卡下贱的嘛吼。啊，下贱即嘛，我佮潮州讲，我就是驴啊，放在晒啊呢。啊！你更加下贱。啊！即下我到这个大门，伊讲我就是西来得一堂安尼。系啊，就这个就讲，底下想无啊？啊，都堂上，伫西东的堂都上歹啊。用即下就这个就问讲，啊，你伫遐个西堆来得个创啥呢？用我底下结下安地。这是一个意义真观。在这个本变的中间，一个会当心安理得。就是讲我输你，还得赞叹，讲梅啊色啊，梅啊色啊，听好无？已经开悟了，哦。但是这个梅啊色啊赞叹是还佫另外一个典故。迄、那个就今仔日这个差价类是差别啥下呢？所以我才要甲注意讲。社会的人事足够化妆，所以才忘失了本来面貌，失去了本来面貌。但是现在这首诗说叫我们洗尽浓妆，我为转到这里，你们来听有没有？敢听有？一定要洗尽浓妆。但是洗尽浓妆了，为着什么人？就是头前跟你说的这首诗在倒，按着倒一看。你洗尽浓妆为了什么啦？哈、哦！假使你今仔日无洗尽浓妆，还是讲你这个业识无净土，根本你都无迄个智慧生出来嘛。哈、哦！你今仔日社会在官贵在富豪的人，会使甲你讲个足碰风的，但有品德个无品德。哈、哦！人讲人无啥物求的品质高嘛。有一句话无，在世人伊伫世间法，伊去征集伊个地位，去征集这个金钱，所以这人无啥物人品。但是伊出门，拢啪哩啪哩，西装一梳得几十万呢，衬衫白色就得几万呢，哈、哦，啊一双皮得偌济，啊一个表啊得偌哩，啊有诶无钱得去买一个五偌哩，迄、那个价五百块诶。我敢拼，拼讲这路咧。啊，即马这人为着这个金钱，为着地位，我咧讲，大家拢面皮厚厚，唔惊见笑，哈、哦。所以人如蒙蔽，本来面目如蒙蔽。啊，所以这样要甲注意讲，咱今仔日学法的人，注重这个外貌，卖想过话语言，拢卖想过捧红，因为这拢是化妆出来。你若如唔对，如个化妆，你本来面貌如小面，如暗淡如这，所以较简单讲，洗尽浓妆为着什么人？但是唔是为着家己呢？只要讲你若会当洗尽浓妆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佮自尽其业话，为着什么人？即、這个先为着家己，你较有可能解脱。但是伊讲，即嘛即句是为着家己。现在这句不是为了自己而已，那么这个你没下心不行，没下心不惜乞丐人肉精神三点地不行，他现在说住归城来宽人归，这个住归是什么呢？就是这种鸟的名，这个鸟的名就是杜鹃，杜鹃杜鹃的口那个声叫归龟啊龟安尼，一个考一下都安尼，所以这个禅师听到这个音声，
伊个用这个准插第二句，主归啥来反正归，但是主归则有一个特性，伊那个哭哭，下中间拢哭到吐血。这么这个代表讲，今仔日你若要度众生，你绝对袂使讲哇，遮艰苦，一定要为众生拍拼，拍拼到死，才阁倒家自旁。所以进来你较讲安尼，百花落尽，啼不尽。今大关口，口啊，这个春天花开，但夏天、冬天花谢，伊原来阁口安尼。那么这个就讲啥？经过学佛则对啦。经过无量的春夏秋冬，你原在爱去度众生。你唔通讲今日我布施一遍就好，啊，我都有布施就好啊，啊，我都来甲恁讲经讲一遍就好啊。注意，一粒喷落，四鬼无分。啊，直直走的众生，唔是讲一遍甲讲，两遍甲讲，伊就捌啦。就是一定要不断甲教化嘛。上较无了嘛，咱讲国民教育就爱是国小啦、国中啦、高中啦、大学啦、去里硕士啦、研究院硕士啦、个博士嘛，博士出来啊，个有诶袂用一个啊，要做教授袂啊，个袂用一个啊，博士要为着要赚做教育钱要赚啊，即马无头路做侪啊，哦，恁那个要求要学囡仔去做教授诶，凡是你甲培养甲一世人甲培养了200万，摕迄、那个。其他鉴定考试都考吧，因为真侪人在考啊，所以怎啊要甲人讲？地主的中间像当时世尊的地主，对世尊四十九等，到尾看世尊看伊修行有够水准，才甲伊授其处分。恁应该知影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今麦咱来甲看，百花落尽，啼不尽哦。但是一定要敬向圆通净土的，就讲迄个个。较无特殊的所在，都市上无特殊，都市的人上无特定。为着享受，拢无关于这个手段是恶毒，还是会害死偌济人，伊拢无管的。但是一定爱去迄个所在去教育，甚至搁再讲，农村的人虽然朴实，但是唔过戆戆，也袂晓讲我倒来安怎学佛。鸡啊，台猪台，啥物样啊台安尼？吼、哦，所以这个世间啊，无论你是都市还是乡下，你拢爱不断去说了。一世拢爱不断去说了，不断去讲经，啊去度在众生。安尼你免牺牲性命嘛？但是牺牲性命，较换取未来的成就，富的果德啊！安尼感觉，你若是今仔日无去好好亲像佛陀的这个精神，49年伫印度安尼到处奔波，你敢若无安尼袂使钱。所以佛经内底较唔敢甲咱讲，一定要第一条布施，出家师要布施生命，亲像主归教，叫到伊本身吐血为止安尼，恁会惊袂？啊！你若讲惊我今仔在遐辛苦，你就受独善其身的这个，这罗汉道甲辟支佛道就好嘛。啊！你就免惊啊！看你人生有一大堆书店要叫人布施，迄是我咧讲，你布施是你得的未来福呢。你是孝德的呢，那就一句忏悔你，你去报警呢？你这个惊啥？都不是别人得，是你未来。吼、哦，共用一块值一万块的呢，是恁家己欠钱欠未来要幸福的呢，恁是叫怨叹书啥？啊，恁看遐讲，书家己鼓励人付出嘛是安尼鼓励，数量处就是报喜爱己，吼、哦、数量嘛，报喜爱己利用东西，啊恁是叫惊啥？你今仔日若一无报喜，都袂当断烦恼。无修改都袂当讲业识净空，吼、哦！你无修到即个个布施世界忍辱行，你都袂当拄着嗔恨心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讲今仔日无精进，你本断心不一定，你将来是要用什么去解脱？
吼，啊，你内心善乱，你都无修禅定袂使，你无知都无有文殊修的智慧啊。书安尼不断安尼跟你反复、反复、反复，换到恁阁有个人一半也阁无啥欢喜，我倒感觉奇怪，足奇怪恁，对恁足奇怪得着。嘛，有时听到恁那话，我嘛足袂谅解恁，听足袂谅解。哦，啊，所以你俩别讲啊，我都要独善其身，我给你赞叹，你照安尼行。你要来注意定心功性。哦，啊，你若讲发大慈悲道，你来照安尼啊。无你要断烦恼，要断啥？有真断烦恼心清嘛？好，修这十分钟。好，弥勒尊老啊，好。